继续来关心其他的消息。桃园机场公司在明月底就要来挂牌了，后个月开始正式改做桃园机场公司。为了增加专业的人力，机场公司在明下早八点半在台北招考，2000个考生报名去考试，争取只有18个课，竞争有够激烈。上午10点，铃仔声一响，考生赶紧将考试单啊交出来，行出教室，准备后一科专业科目考试。桃园机场11月1日就将要改制成桃园机场股份有限公司。今仔上午对外招考，2206个人报考，报考的是1683个人，也毋过正取的是18个人，录取率是1%。面对激烈竞争，考生是非常谨慎，也有人揣着规家伙大细前来考试。因为我们就小家庭嘛，就小朋友没有人顾啊，对啊，所以就只好一起带来考试。桃园机场这一摆招考的科别主要是行政、客服加机械技术人员，也毋过无具备公务人员的资格，薪水目前初步规划，专员一个月3万，经理8万，年终奖金应该会比较其他个人事业单位4.6个月。依据交通部实施用人费率星级管理要点，那他是讲说，有考核奖金跟绩效奖金，最高是4.6个月。看好机场员工的福利，未少应届毕业生甲拄啊退伍的民众嘛正来考试。对于桃园机场最近一直出状况，考生只是希望录取了后会当协助改善。今天假如说有了解，然后有机会可以参与他们一些就内部的活动的话，那当然是希望可以尽量提出一些意见。员工进去的话，也是只能尽力做自己的事情了。桃园机场改制公司了后，用人放松，再加上原有员工转调其他的部门，也是退休，第二来会出现人力欠缺，所以对外第一摆公开的招考，对目前机场408名员工来讲，年底进程应该有一寡新会加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这个消息来去台中，台中县政府是开了5亿，那么太平区是起一座6000平这么大的运动公园，算算呢，平均工程费一平就要8万通元，不过已经过5年了，疙瘩也未启用，内底设施是真完备，不过嘛是无路用，居民讲看会到用未到，实在有够无彩钱。几啊座篮球场根本就无人使用，公园内底虽然有几啊座凉亭甲造景，不过强要予乱草引起，另外阁有2座造价数百万的木雕艺术品，任由风吹日晒，根本就无人管。这是台中县太平市新建的运动公园，虽然位伫住宅区附近，居民确实看会到用袂到。真的是严重浪费公帑啊！怎么说？对，因为太平市民休闲的场合本来就不多，好不容易花那么多钱盖这么一大片的运动公园，可是就这样荒废了，让封闭了，大家不能使用了。经费高达5亿的运动公园，占地6000平，算算一平就要8万元。不过经过5年外的时间，到现在都还未启用，由于无正式验收通过，就会用铁档围条的。不过还是有不少人直接侵入，直接运动拍球。不过各项硬体设施还未完备进前，嘛成了安全一大隐忧。一般潜水员打到什么位置？如果说民众从这边经过的话，我们不知道啊。球从那个头上掉，这个天上掉下来，准备打的总结都搞不清楚。日前行政院长高端仪则表示，全台真侪蚊子馆是数十年累积的问题，政府会积极来处理。对目前蚊子馆来活化或者是转型，馆副表示为着因应当地居民，希望增加设施，加上正经办理取缔中位，才会先来天工，预算就会伫年底尽快完工，希望有这座公园会使尽力发挥功能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新竹市北门国小太极拳队进前是参加世界杯太极拳锦标赛，报名6个项目，得到2个金牌、1个银牌、2个铜牌。这次比赛有21个国家、80支队伍去参加，北门国小是唯一一个国小的选手，表现真好，嘛受到大家注意。这嘛证明讲，囡仔人拍拳嘛是会当有模有样。太极拳内底个难度动作，如跨摆腿，即个北门国小囡仔做甲真整齐，唔那也得奖金的掌声，也摕回即个项目金牌。新竹市北门国小参加世界杯太极拳锦标赛，报名6个项目，总共得到2金1银2铜的好成绩，予教练真感动。因为我们这次小朋友年龄层比较小，都有的1、2年级啊，低年级的小朋友，所以我们也没料到他们会有这么优秀的表现。北门国小的太极拳队是参赛国家内底唯一的国小队伍，囡仔不管是高年级还是低年级组，大家拢拍个真好，会有这款的好成绩，拢靠平常时的练习。不过要让囡仔有耐心来练太极，教练讲爱同款有囡仔心，要跟他们，融入他们，然后跟他们玩在一起，而且要你要懂得他们的语言，
然后要懂得怎么表达你的肢体动作，让他们去接受。一般人以为练太极是大人的休闲运动，不过太极对这囡仔来讲，那是运动练身体，更加是衣不回忆的好所在。可以跟师兄师姐玩很多事情，因为太极的动作很好玩。以前很容易过敏，现在比较不容易。厉害的军刀顶门的动作，这囡仔计细起码都无输大人。虽然有当时也会出错，不过这小身手会继续练习，让更加多人来大开眼界。记者宋华报道。